至2023年上半年，深河区现代金融产业增加值达87.77亿元，同比增长2.9%。上市主体实体登记占比由成立之初的13.77%提升至35%。深河区内私募基金头部机构实地办公超80%，金融企业实质性运营取得阶段性成果。就为将来澳门资金，到横琴，做产业，包括便利民生，有一些。基础设施啊，就进行了完善。我想呢，这是一个大家都共同的期待和关注的事儿。包括民生金融、澳门新街坊，那将来它的金融服务能不能驱动澳门？能不能呢？这种非常便利，完全是这种无感的，实现这种没有障碍的一种金融服务。我想这个事啊，也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呢，应该来说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。